有人话车其实是一部时光机，因为它能够将人瞬间转移到另一个地方。过程中的快感相信迷倒不少人，但同时间竞赛的同时，其实时光机亦都难逃岁月的摧残。有人话同一个人合作耐咗，你的习惯或多或少会受他的影响。阿飞对车身保养是有一份执着，无论是什么年份的车，他都要将他的外壳质素追求到同新车一模一样。而我们的镀膜就是要令到车漆原汁原味地重生，令到每架有经历的车都可以寻回刚刚出厂的时候的感觉。如果有一天你都想找回这种感觉的话，记得找我们，我是金宝时的阿Don。